很多人喜欢吃酸辣柠檬鸡爪，但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。剁好的鸡爪冷水下锅，加葱姜、料酒，煮15分钟捞出，过冰水更 Q 弹。加蒜末、小米辣、盐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柠檬、香菜。好吃的关键当然是这个又香又辣的辣椒油，抓拌均匀腌制2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